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唱家里的唯一一位非华裔的歌唱家，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。同时呢，她还和我们今天的钢琴演奏者呢有一个特别的关系，他们是夫妻。好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，Mrs. Eva Lucas Moser。Mrs. Eva Lucas Moser.